肥牛啊，还有心情玩？肥牛，你还有心情玩电脑啊？爸爸今天可能要赔钱了，听见没有啊？所以说，这养儿子不如养闺女贴心。那闺女是贴心小喵，儿子是皮夹克，不贴心啊，不暖心。哎，爸爸问你个问题，别跑别跑，把你的压岁钱拿出来给爸爸用一下呗。宝贝，把你的压岁钱拿出来，哎，别跑，把你的压岁钱拿出来给爸爸救济一下呗，好不好？压岁钱给爸爸。别怪我，把压岁钱给我，我就理理。电脑不会开了，这时候知道找我了。爸爸也修理个事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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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真的是拗不过他。你这是什么样了？大虎。哎，我现在混的不如电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刚才为什么一直往小朋友要压岁钱来救济一下我呢？是因为今天犯了一个错误，一个只能用钱来解决的错误，就是没有人，就是我把大舅哥的车给撞坏了。我太难了，因为他的车放在外婆家这里嘛，然后我手有点痒，我就上去开了一圈，没想到这四五年没开车了，手有点生了，就一前一后一挂档啊，这个前面撞一下，后面撞一下，关键我媳妇还不知道，我现在去找媳妇商量一下。我现在怎么猜？朱哥师，潘板哥师，什么事啊？我今天刚要配信，对，他就干什么坏事？板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这看看好东西，这惊喜。哪里的？一块。走，咱这看看。真的？有跟开聊的了。来。还来来来，惊喜还有人来了。哎呦，哎，几块多呢？可能不有病吧你？哎，这四五年了不开心，受伤了，一惊一乍。和我没有关系哈。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我们是一家人，知不知道？我跟你不是一家人。没没没没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天没不然，我的能要着喽。不行。这东西要多少钱了？我也不知道呢，我没开过车的，我哪知道要多少钱？我都说的了，明天好，给我买关开他去做。不对，哎，不能的，不能的。把人家跑修、哎、你知道吗？把人家跑修那真龙想个办法赔钱又有办法了，拉奥布里昂把他拔起来约上脸约上脸。嗯，那俩你只是叫个他没脸叫个他哎呀起听我就吐你就懂人起诉的。我看到他还没人开，我就开始玩的嘛。爸妈太低的准备准备万把块钱吧哈。我反正我没法帮你，看你买包的多少钱。我跟你说哈，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大不了他把我掐死。不是那个，我刚才在这样想你、我是不是该跑了呗？你走吧。我说真的嘞。走，你走着喽。我现在心里有点慌，要不我自己走了。我叫红灯老鹰，叫鹰跟他说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，就打好气。没人把钱放下来，不然我让现在我开路的呢。玩笑归玩笑啊，这个钱还是要赔的，这个车也是要修的，毕竟嘛是我闯的祸。乐意容他们要来了。别瞎家现在的吧。来吧不要爬走吧。开玩笑的。这个母老虎要拆的。我想告诉你个事情。你家铁的给你故意撞坏的。你妈。妈妈到后头被罚着了。恭喜恭喜你故意洗地铺帮妈一辆。不够是。要赔钱。赔多少啊？一万块钱。要多少啊？一万块钱太少了。东北，不要跟他说，懂不懂啊？跟他妈说，这些也不当家。对。本来我还想着发信息跟大嫂说一下，看来这次得当面说了。像你这种心态落后的人，不会和我出现在同一镜头里边。没有，老公啊，我跟你还是一条心。要是我妈在家，我就找妈解决的；关键我妈不在家。只能考虑自己的。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经验的？就是说，还是走保险好，还是说直接自己去修好？我觉得赔钱。宝马七三不是那个宝骏七三零啊？你都不都差一个字，那价格多少啊？哈哈哈！哈哈，都来的嘞。
走吧。老铁，记得给我小花点赞啊，家人们，因为今天是我小花4-5年以来第一次开车就出了意外啊。点赞吧，啥也不说，点赞吧。阿门，阿门。